everybody， 我是 Colin， 我们又回来喽。最近是不是时常都会看到我们这一个频道的直播呢？每一天晚上哦，哎呦 ，sorry， 每一天晚上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对不对？也是非常谢谢你们哦，每一场都会进来看，而且可以看到说那一个人数 viewer 呢有上升的趋势。哎呀，真系老为安慰啦，大家多谢多谢多谢 support。OK， 说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呢，大家一样哈、哦、要记得 like share。And follow 我们的 page 很重要哦，拜托拜托啦！因为你们谢谢赖赖多多了，然后我们 viewer 越多，我们就越有 on 了，你知道吗？越有 on， 就好像今天哈、啊，看上 pass 过去过去几场的那一个feedback 啦 ，OK， 我也是看到我们的人数呢开始啊不错了，慢慢涨啦，不是很多，可是也是觉得很欣慰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了一个，我请了一个，也是一个很懂的一个懂的那个厨师哈，西餐的厨师，他会给我们带来呢，哇，我给你看，你看到前面这边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说今天会煮什么东西，哇，我看了都是哇很阿达这样子，好像很高档这样，很 luxury。我们今天的厨师就为我们准备这个叫什么？想一下，这个叫 ram rack 羊排是吗？叫做羊排。好，我现在呢就不要多说了，我先介绍一个我们的新的厨师，那就是我们的 chef Ming。来，Hello, 我是 chef Ming。OK， 哎呦，很高哎。From Penang Hill Top Dave，From Penang Hill Top Dave Round Restaurant。Hello， 这是呢 Hello. 我们的 chef Ken 的同事， yes. 还有叫 chef Ming。来，大家现在看一下这个呢 ，Ram Rack with homemade sweet sauce， 就是我们今天将会做的菜品，对不对？对。但是我们不要讲这个先，这个我等下讲，我对你比较有兴趣。可以。因为我们其实今天算是第一次见面哈，虽然我们跟 David Brown 有接触过几次了，可是我跟Ken 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 Chef Ming 呢是我今天第一次接触。是。OK， 感觉上你也是好年轻，对不对？是啊，今天几岁？今年我25岁。今年25岁，哇！为什么你们一个一个都这么年轻，就可以在那个 David Brown 当上这么高级的一个职位？因为实在是让我，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看到很多都挺难的，在要在厨房熬到这一个职位，其实真是不容易。是的，不容易哦。是哦。是因为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然后也是有机会啦，有机会，老板给这样的机会给我去实行啊，是实行一个责任，一个做工的机会咯。是这样啦，老板给机会，我们也要把握机会，对不对？对。加油！然后你是来自哪里？我想问一下。我来自槟城。哎，你是槟城人呢？我是槟城人。哦、，OK。然后你在 Kitchen 已经有几年的工作经验了啊？Kitchen 啊，七八年吧，就从 college 出来， uh-huh. 就当 college 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有去外面做工、去外面做工，然后再去finish up college，、uh-huh. 我就去 hotel， 圣雷拉沙洋就 intern，、intern 过、okay. 就陆陆续续学啊，然后跟一个 chef，、跟了一个 chef 去学 my basic 的 set up kitchen。就陆陆续续有机会就 interview 在 David Brown Restaurant， 就当了这里的一个 assistant 哦。好的，所以我们大概也了解到说，我们 Chef Ming 呢，他的背景是属于比较 Western style， 比较 Western 的一个方式，所以他接下来的每一个菜品呢 dishes 呢，他都会给我们介绍more to Western 的。可是跟你讲，他不是随随便便的那个。就跟着啊 ，no 啊，不是跟这个人那个 lamb job， no， 大家看今天我们有什么东西，再看一下，这个是 ram rack， OK， 哇，真的是，还有那个什么 duck breast 啊，这个是 duck breast， 哇，真的是跟你讲，很 atas 的，虽然他们是来自很 atas 的 Penang Hill David Brown， 但来到这边呢，也是给我们准备很 atas 的那个食物，真的是，
想到都口水流现在。是 OK， 所以我们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要再讲一次哦，大家记得要 like follow and share 我们的 page。 Thank you， 还记得要like， OK， 要 like and follow 我们现在在做这 streaming 做这 live 的这一个 page。谢谢大家。好了，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哦，现在就是我们的 Monza Home Collection， 我们的 Master Basto， 还有我们的 OMG 下来机，谢谢你们的赞助哦。有更多的赞助商可以继续来哦，我会很愿意等你们来找我们的。OK， 好了，现在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大概有六分钟可以了，六分钟你们应该都进来了哦。我讲这么长的时间呢，其实就是我很大个动作，拍摄要收回一点点。OK， 我讲这么长的时间呢，其实就是要等你们进来的，所以你们赶快的 share 出去，赶快的 share 出去哈，这样人有数一点点的人数，有多一点点的人数，我就会马上就开始了。不过现在已经是啊，大概要七分钟了哈，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不要这么多废话了。OK， 好了，正经一点了。OK， 来 ，Chef Ming 啊。今天我们要准备的是什么食材？今天我们要准备的是一道 fusion 羊排 cuisine， 所以我们一道 fusion 的羊排 cuisine， 所以什么是 fusion 呢？fusion 的定义，以我们厨师的定义是，它不属于哪个国际，而是国家的一道菜，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mix 菜啊。如果说你要更加容易理解它是 fusion cuisine 的话，就是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创意料理。就可能我们可以 western mix Chinese， 然后可以 mix Japanese， 那样子不同国际，那样子 mix 在一起，就是你把不同的那个叫什么食材啊的材料全部 mix 在一起。对，mix 在一起。所以今天你的 fusion 是 fusion 哪一个国度的呢？ OK， 我们今天 fusion 是。Basically，我们 fusion 是，我今天是做 Western 掺买 Chinese 的 sauce。Chinese 的 sauce。所以这个全部食材呢，最重要呢是 ram rack 啦。OK，ram rack。Ram rack 我们用的是 New Zealand ram rack。New Zealand ram rack。我们是。一般上我们在外面会用到的是什么 ram rack？ 我们一般用到的话，大多数在菜市场啊，在 supermarket 啊，买到的会是 Australian ram rack。Australian ram rack。所以 Australian ram rack 的话，有那个 supplier feedback 啊，我们自己看到的 feedback 啊。Australian ram rack 的话，它的油性啊，它可以讲它脂肪啊，它这里的脂肪啊。可以说一下。这里的脂肪，这里脂肪啊，这里脂肪啊，会比较、就是、这一盘啊，这盘会很多、哦，对，这盘，这盘是看到，这盘的话，这全部啊，它会油太多，它的 fat 太多，加搞啊，加搞、哦，一加搞 ，then 它的肉会比较少，所以肉比较少哦，肉比较少啊，就。有的人你知道马来西亚的人，你去吃你吃油会肥，然后你去 restaurant 啊，你吃到这样的菜，人家说我很多油，你这个是 ram rack 是哪里来、okay. 他们就问你们是不是拿 locker 的 ram rack 哎，真的 locker 的 ram rack 啊，我们有吃过，其实我也是有经过一次，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 restaurant 每次有做 ram rack、它的油真的是你 trim 掉了就是很小一个，就很小罢了，小，如果你没有去掉呢，它就是整个这个 rack 是包着那个油的，所以它就是会有分别，所以看你们喜欢吃什么类型的啊，什么国家进口的。我是 New Zealand 呢，据 Chef Ming 讲呢，它的 fat 就不会那么多。是啊，是它的 fat。可是应该市场上比较难找到，你要直接去找那种。有、可以有，要有的有的找、啊。有的找啦。可是你去 supermarket 要看的，它后面有的有些。OK， 所以你们自己要注意一下哦。可以。Alright， 除了 ram rack 呢，现在还有什么 ？Ram rack 呢是主食哦、然后我们的配菜。OK，、就是、我们现在会有主食、配菜跟 sauce 三样东西的。我们有三样东西，就是我们的主食，主食已经过了、我们是配菜。配菜呢，我们是煮 potato stone。potato stone 嘛 ？potato stone 嘛是 stone 怎样 spell 一下 ？S D O E M P。没有错的话。S D O E S D O E M P P， 什么字来的？它是其实这个 dish， 它是 from Belgium。Belgium，from Belgium， 它有很多煮法，你可以去找到很多 recipe 啊。可是我自己的 recipe， 我要 mix 跟Asian style。OK， 我要 mix 跟 Asian style， 所以我用了 smoked duck， smoked duck 烟熏鸭。
我们叫烟熏鸭，我们有 smoke duck 的，就是在你煮的时候啊，嗯、它有 smoke 啊，还有甜味全部在里面。哦，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地加更多那种味道，不用加太多的味道，然后就用 US potato 咯。为什么要 US potato 呢？因为我们本地我们有 local 的根当啦，我们有中国的，又有白色的，又有你摘的这个夹子。US potato 它是属于粘性，它是 potato 粘性比较好一种。粘性啊，它的 starch 比较好。嗯哼，它煮出来过后，你去好像说哈 boil 出来啊，去煮熟它。你吃的 texture 比较滑，它不会有好像你做有粗，因为我们 local 的会有粗。对，我知道那个感觉，因为有时候我选 potato 我也没有特地去skip管是什么，可是有时候我煮出来 potato 觉得，怎么这个好像嘎粗啊你看，那个是比较 brown color 的，那比较 brown color potato 分很多种，看你要你的 recipe 什么啊，你要的口感是什么啊，然后你才。用适合的，对，因为每次煮咖喱又用不一样的 potato， 比较适合那个口感。是。大家，我们这边有很多新的那种小 tricks 哦，记得，而且是今天我们下面的这一集，大家一定要给力的分享出去一下，因为今天有很多小那种 knowledge 是我们平时不知道的，尤其是关于西餐方面的。等一下他还会有介绍一些怎么样去 trim 这个羊肉 ，OK， 还会做这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你们谁要学的要分享的赶紧去分享一下，因为等一下他就会秀给大家看。今天真的是很特别，我们有很有学习的那种怎么，我要好好的拜师一下了。老师你好，可以老师，我们继续。老师我不要叫你叫老师，没有，不是老师啦，有分享一个经验啦，分享经验是看你年纪轻，可是这个哇，来继续讲不出话了，我已经现在我就要介绍的是我们的 homemade sweet mint sauce。 sweet mint sauce 我们就有 sweet 吗？ sweet 我们就有 brown sugar 我们就有它的甜是 from brown sugar 来的，它甜是 from brown sugar。 然后它就有oyster sauce， dark soy sauce 就是黑豆油跟蚝油已经 mix 了啦，两种已经 mix 了。这个等下 recipe 我们会在后面那边有 是吗？ recipe 后面我们会已经有给了，我已经给了，OK， 所以你们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嘛，这些 portion 后面的时候我们你可以 screenshot 起来，等一下到最后的时候。哦，这个是海鲜 sauce， 海鲜酱啊， any brand。哦，你用什么 brand？ 我用的是雷甘基。哎，讲大声怎么？你讲小声就好了。这个麦克那边你不能讲这么大声。可以。OK， 就是海鲜酱啦。它是海鲜，不管你用什么都可以啦，不管你用什么 brand， 没有讲说。OK。它给我什么好处啊？没有。有好处我就出广告了咯。是。OK， 来。然后，这个就是 butter， 普通的 butter，这个是 salted butter。salted butter。这个等下我们拿来炒东西啊，我们来grill东西的时候有用到咯。好的。然后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的 seasoning，是我们拿来 season 我们的羊排用的。这个是 aromat 吗？这个是 aromat 啊。OK， 等下。Before 我们讲这个东西，我们还没有讲。这个秘拿。因为我们一道的工序。哦。所以我们这个介绍完了，我们后面。这个是 sauce 的。OK。我们 homemade 的 sweet mint sauce，最重要就是薄荷咯。薄荷我们选择用的是 fresh 的。fresh 的。如果说你去买包装的话，它味道是比较重，可是它有带酸。包装是什么意思？它的包装的那个罐啊，罐的 mint sauce， dry 的 is it？ 不是 red， sweet mint sauce red 的，它是一罐一罐已经 blend 好的。那种 ready 就是泡在那个油里面的那种啊，泡在水。它的味道会比较重，可是它有带酸。所以我们提议要用 fresh 的 mint。我们提议用 fresh 的 mint， 这个也是从我们自己。不是，这是我们 David Brown， 我们自己种的，这样厉害呀，是来的 ，organic 的 ，David Brown 自己有种花，因为你们 David Brown 自己也自有种。是啊，我们在山上吗？后面可以种很多东西。是啊，像这个嘞，这个是你们种的吗？这个不是，我们有在研究这种啊。我是我自己 ，OK。
啊，你们不能去 David Brown 买啦，当然 okay, 你们去巴刹买就好了。OK， 看一下哈，山顶种的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比较香？这样子也可以，看我。OK OK， 告诉我们 sweet means 那个是 sauce 的啦。啊、sauce 的，那是 sauce。过后就我们的 seasoning 哦，我们拿来 season 羊排的。羊排的 seasoning。Right, okay. 所以就是 aroma。哦。过后这个是 Cajun spice。Cajun。哈 ，Cajun spice。叫读 Cajun 是吗 ？K C A J U N 啊。Cajun spice。原来我一直以来哦。它是很多，它是属于mixed Western 的香料粉。它是 mix 的香料粉啊。哦，所以它这个 spice 它已经是有 mix 了，不是只是单单 cajun。cajun 的意思就是。啊、是咩 ？cajun 的意思就是它已经 mix 了、啊啊、，mix 变了的东西。哎，谁了？这样哦。啊，误会了，它已经是 mix 变了，它是属于国外、嗯、外国马萨列啊，们洋人 mix 好的。叫做 cajun。cajun， 我们中餐有叫五香粉啊，日本有叫。啊，达格拉西啊，可是外国他们自己有叫卡尊，他们已经是 mix 好、哦、mix 好的香粉。说那个名词叫做卡尊，嗯，名词叫卡尊。我以为是某一种香料的一个粉，有弄。它是叫什么 CA 什么忘记了那个。它是全部香料在里面，它是属于香料粉，有五到十多啊，所以这个我们一般在market 买到。对、okay, ，market 可以拿到 ，market 可以拿到。OK。过后就是salt pepper 和paprika。salt paprika 这个是你自己 mix 的吗？我自己 mix 的。OK OK， 所以等下你们要学 mix 这一个东西啊，你们可以看后面拿到最后的 recipe 有写的，哎、okay, ，你们可以自己 mix 起来。所以还有这个是 yellow mustard。yellow mustard。我们要腌制跟我们的羊排的。嗯，所以 yellow mustard 跟 honey mustard 是不同的哈。不一样。不同啊，不同，因为我们黄色颜色是一样，颜色不一样。Yellow mustard 带黄，哦，它酸性，它味道比较重，哦，比较 strong， 比较强，比较 strong 哈，比较 strong 一点，嗯。OK，Yellow mustard，OK， 好了，可以，可以。第一步 ，OK， 第一步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 boil water， 煮沸了一个水，我们就开它，这个我们就放旁边吧。刚才 chef 讲说我们会先煮那个 potato， 因为 potato 比较慢熟，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哈，因为它很多个程序要去做，比较吃时间，所以我们要排一下怎样做的更的密集一点。所以第一个我们会先做 potato 拿去 mash 了过后呢，我们就会煮那个 sauce 啊，我们就会marinate 我们的羊排。marinate 我们放一边给它，rest 啦，给它 rest 那边， rest 然后就会 cook 那个 sauce。After cook sauce， 我们就把那个羊 grill and bake in the oven， 要 bake oven 的窝这个，然后就再做摆盘的动作，好了就可以上桌了。讲很简单啊，可是我们看我们的 chef 怎样去，可以进行这一个一系列的动作。First step， 我们就。Build 我们的 US potato， builder 普通的 builder， 在家的 builder，妈妈在家用的那个，都可以已经是几十年代的 builder， 对对，那个 orange color 的也可以，随便都可以，只要我们能 build 就可以了。OK， 所以我们 build 哈，我们这个 US potato 不建议，不，我不建议你吃它的皮了。OK。不建议啊，不建议。为什么呢？它的皮，因为它 US potato 它来啊，它的可以讲说他们没有加工去洗，它的皮全部啊，有沙，有。就算我们洗了也不建议啦。洗了也不建议。OK。因为普通的 potato 有的可以吃皮，有的就不建议了。所以我们自己要粉一下。可以。residue。你看这个刀够力吗？不够力，可以自己刷一下。是顺便给我们的观众看怎样刷那个刀。我不会刷刀，每次都是叫我的老公来刷。所以我们这里会用三粒的 potato。三粒，是吗？三粒是三粒，是 based on 你要 serve 几份咯。所以我们这边是 serve 两份。两份，我们是 serve 两份。US 的 potato 好像比较大粒这样。US 大多数来的是大粒的。
哎，我看到他们这外面有卖那种 US 的薯条啊， US yes, grade 的 yes， 就是他们出来是比较长，就是用这些 potato 比较大条的来做的。我们讲非常推荐拿这些来做薯条啊，做 wedges， 可能就是你讲的，因为它的口感，它的口感，然后它你煮薯条什么啊，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他们要 boil cold water 啊什么，他们才去拿去炸。煮一个西餐，好累人啊！等下你们吃西餐这样贵，你们知道吗？是不是？哎 ，sorry 啊。不是要算得很贵，材料可能会很蛮贵的下来，这个应该，可是真的是那个整个程序会比较繁琐一点啊，你们不要自己煮就去 restaurant 吃。有我们服务你，他们会服务你哈、然后你们吃完了啊，好像学他们这样啊、我要叫 chef 出来一下，跟你讲一下。哎，这边可以。OK， 好啦，现在我们就是把那个 potato 切块，我们就切块咯。就把 potato 切块，就一粒 potato， 切 into half。你 cut it into half， 开始再切，再把它切。这个大小应该是，因为你这个是要 match 它的，你不用说。看你时间性啊，你的口感度咯。如果说你口感度要好的话，我个人口感度要好的话，我是比较推荐大力点，因为你吃的时候等下会吃到口感有一粒一粒，它不会整个去 mash 完，它不会这个你吃了久啊，你会挤烂。上面还有东西，有东西在里面可以给你咬。是，还有东西在里面可以咬。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不然它整个好像粉状去了啊，jam 状粉状，就你吃不到东西。所以我们只要就是把那火腿都放进里面咯。Bring it to boil again。OK。看有的食材。你表面看是新鲜，有时候它会有黑的，这样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大家注意，如果这样黑的啊，是它在 growing up 的时候，有可能撞击到啊。撞击。它撞击到，它有。撞击是撞到是吗？撞到啊，是它讲讲，它种出来的时候，它有撞击小粒吗？它撞击到，它慢慢变大粒的时候，它就它的撞那个伤啊。它potato的重伤就会跑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去掉，把这个去掉，这个黑的不要去掉。我太无聊了，帮你收一下。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OK， 咚。我们这个就 boil 给它 soft 就可以了， boil 给它熟透，熟透啦。好嘞，锅我们就放一点盐，在水的味，放水就是给那个 potato 有味道，有味道。等下 potato 要放油吗？不用了，不用，因为我们是过后是我们要炒它的，我们是有油了，所以我们就用特定去放油了。是的，老师。那我们就 boil 它就可以了咯。boil 它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切这些东西。准备切这些东西哟。Anything I can do? Can just help me to peel up? 哎呦，不够砧板啊，老板，我们需要多一个砧板。可以，我先切。不要紧，我站这边看你做就好了。先。OK， 所以你除了啦，现在你是做这个 rack rack 嘛，你还有什么是拿手的？拿手的。对啊，拿手的，我们要给我们的观众啊，我们的这个 channel， 我们的 base 的人有更多的 idea 嘛，对不对？我拿手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创意的料理的，我不会去跟，讲说去跟一个比较 traditional 的 traditional 有，我会参考，可是我不会 100% follow 它。我会把它变成 mix 啊，就是 fusion 的 style。
说我们这一个 chef fusion chef 来的，他比较喜欢融合自己的概念进去，喜欢融合自己的概念啊，做自己的料理啊。听到这个声音有没有很嘣嘣嘣嘣的感觉？看一下它是怎样切洋葱。这个洋葱我们就切这种切条就可以了，切薄片了，切薄片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要给它味道出来的。哎，这个等到最后我们需要 mash 它的吗？这个不用 mash 它的，只有我们 potato mash 它的。我们等下炒的时候，我会教大家这样去， okay. 去做它。我还以为说是整个是属于 mash 的，只有 potato 是 mash 的。它是属于放下去炒它的。放这个洋葱切边，过后我们就放旁边备用。好的。过后就 celery 呢，有人有讲、啊，它里面有粉。你是讲什么 language 的？我是讲华语啊、福建啊都可以。可以这里英语就比较。感觉你讲英语的感觉这样，因为你讲华语好像唔在他们音中那边。福建的咖喱来的，福建啊，可以啊，福建啊，别是福建啊，因为在做工啊。那你是讲什么？讲华语和福建。华语啊，华语。为什么你华语安尼这样的？OK， 这么特别的。来，继续，我们没有时间。OK， 这个 celery， 我们普通用的时候，它里面有根。啊，有根哈。celery 前面有根，所以就丢掉它。啊，老一辈的做厨师的老一辈 他们是建议去熬它。啊，熬了就撕掉它。去熬它，就是好像是。我们 Chinese 灶也是这样。啊，去建议去熬它，然后就去拉丝。可是有时候拉不干净。拉不干净的，有时候拉不干净。我聪明吗？可以，对，一点就聪明了。然后我们 Western 的，我的脸在哪里？我们 Western 的 style， 我们是建议拿 builder， build 它，它 build 它，它会比较清洁啊。看有时你拉丝啊，它 build 有深，它还有深丝啊。因为刚才你拉了一次嘛。我们是 Western 是直接就是来 build 了的啦。直接 build 了会比较好。就是 build 它变白那种。啊，可是你不要 over build 了，因为它的香气啊，就是在比较 surface 的。surface 它 surface 的东西就你太。你不要太厚的话，香气全部跑到完了。好的。然后我们关一点小火。需要盖还是不用这样子就可以了啦？不用盖，需要盖底。所以我们就这个也是切 slice。切 slice。就我们不要切到太粗，因为这个是我们是没有 blend 的，我们是炒给它熟。blend, 我们炒给它熟，炒给它香了。因为口感的话，你切太大块的时候，你吃了。只是它的那个 celery 的味道。好哦。如果我不喜，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吃 celery 哎。是啊，可是就不需要放这么多啦。啊，不需要放这么多。按个人口感口味。可是我觉得煮出来整个，经过他的 experimenting， 应该是 perfect 了的。是。因为他很喜欢做研究食物。所以啊，要跟住，你就会吃到它的原汁原味了。过后你们煮过一次了，过后你们再调你们自己要的味道。是，然后就 carrot 我们也是要标掉它的。为什么 carrot 这样肥的？我们是 Australia， 我们啊进口货，不是 from China。哎，你看它的 这么肥。我们是拿 Australian 进口 Australian 的，不是中国的。是啊。我原来你们餐厅都全部用高档货。我们餐厅全部用高档货，很高档的货。OK。就我们一样哦，标了标它。不要忙笑笑，你以为这边不要搞笑的，是。好了。OK， 这个也是切，也是切 slice。切 slice 啦。吓到我，你这么大条萝卜。因为我没吃满哦 ，Tesco 一包几百条，有的是从中国啊。中国呢，为什么要特别选 Australia 呢？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啊比较好，然后比较大条，颜色比较美。你买有些会比较淡。你买 Tesco 什么来的时候，它比较淡，然后它的 color 比较暗。煮出来就没有这么漂亮。这个煮出来它的颜色应该会比较 orange 对吗？它煮出来。Yes， 口感也比较好，比较脆。是哈。切一片我试看。可以啊。我很喜欢吃萝卜的底，
好，我吃就好了，不要讲了。切一半。真的甜的哦。甜的，甜的。真的是比较甜的，我觉得，嗯，我觉得萝卜。哎，明白了。嗯。要吃过才明白，有时候我不没有吃过不知道。就把那个萝卜切一半，然后再切片，再放旁边备用。我看我们自己在家煮也要吃一点时间哦。有点时间啊，好吃的东西是要用时间、用爱心煮出来的。时间不等我，可是。嗯、可以可以。可是啊，我们这个 weekend 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爱人一起哈、哦嗯，你切菜，我洗菜这样哈、哦。嗯。这个也是。这个呢？也是拿来切切。normal 是不好啦。normal 嗯。你有看你的这个粒也是很大条。嗯。是 Cameron 的还是中国的这个？这个应该是 Cameron 的。是哈。也是工作左边备用。就用一小段这样子就可以。就一小段一小段，因为今天我们是煮两至三人份。嗯。所以不用说特地。OK。用大的。那我们就来 check 一下我们的。potato 看是否 soft 啊，要叉子吗？要，可以。 Thank you。 可以了吗？还不能啦，多个五分钟。嗯，那我们就 marinate 那个羊肉。 marinate 就可以把那个 potato 就拿出来了。嗯，羊排。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已经好了，我们放旁边先。好，等一下我们炒它的时候，我们做side dish炒它的时候，我们会有用到。嗯。过后现在我们就教大家如何做 French cut 羊排。French cut 羊排。所以我们用的现在这个 French cut 羊，我们用的这个 lamb。什么叫 French cut 先 ？French cut 是。就是它一个 cutting method 来的哈。它一个 cutting method。就是把它切到这样子。切到这样子。它本来是这样子哦，这个要注意一下，它有 fat 啦、嗯、它有全部 fat 啦，全部组织啊、嗯、全部皮啊，它都在这里全部、嗯、我们要把它 butcher 切成这样子。我要 google 一下 butcher 是一个我们 kitchen 的一个语言，叫说切哈、啊、butcher 我们叫怎样去切通过去通过去啊这样的东西哦。 okay. first step、嗯就看哦，你的肉现在是在上课，来，我们认真一点。你的肉啊，嗯，的 meat 在那里 ？meat 在这边啊 ，meat 在这里吗？对。说你留一点点的 oil 给它，嗯，你就刀，你就量在这里，嗯，你就切下去，嗯，一刀，你就可能看到，等下你的骨是几长了 ？OK。过后，你的刀，嗯，刀，这个刀。削过去，你可以压着它，你可以你的手，这只手压着它、啊，因为你压着它，你都会切到手。对对对。压着它，你切。啊。切它，啊，就出来，嗯，这个样子。好。翻过旁边，翻过后面，嗯，你这刀有一个刀痕了吗？对。你把它切在一边。这个是等下你要起它的。它的皮什么时候比较容易？哦，因为它好像是有那种根这样子。嗯，它有根什么啊，连着啊，这东西啊，很难起。所以我们要切断它。切断它。哦吼，这里有皮吗？对。你可以稍微的 trim 它。稍微的 trim， 因为它的 oil 太多了，它的 fat。oil 太多，稍微的 trim 它。也是一样哦，你怕切到手啊？嗯。你可以顶着它。嗯。你可以。喜欢吗？大家喜欢给我点赞一下，很多。我要学那一个某某的频道，某某的那个直播主了，帅开心来，帅开心，傻了，我们傻了，最近很红哦，记得吗、嗯？大家知道，你知道吗？你是谁哦？不能这样了，我不能这样子酸嚼人家的，对不起，我道歉。过后，过后就。准备一只小的刀，嗯、小的刀，就
这里已经 trim 好的嘛， trim 好了，所以它有这里有骨，我们看到骨，我们就拿小的小的刀过哈。哦，我们 build 刀的它用。啊， build 刀你用手什么都不能拿小指刀，小指刀是给你们不会伤到手啊，给你们比较容易去做哈。就 build 它，就裹它。然后旁边你那个到尾的时候你是要去过哈，过到它开起来。哦。哦，你看你看，你这样子刮刮刮它哈，这样子可以撕的嘛？就是这样过后它就可以撕了。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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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刮到尾嘛，你看它嘛开始看着有点 build up 了它的那个。还是因为它是有一层那个它的膜，它的膜不是根，对，它的膜会包着那个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刷，给它的膜破掉，我们等下就可以撕开它。OK， 刀放这里，我们就拿起来，这个啊，因为现在是背着我嘛，对，这个是背着我嘛，现在背着我的话，你就拿东西一个，你拿着手顶着它，这个时候你就把它，它有它的头，你们看到吗？它头。把头这里呀、啊，你就拔它，拔它，把它拔出来。紧的感觉，很紧的感觉，因为 ram back 还是感觉很紧。在餐厅做嘛，很多工作这个东西。我们熟悉手了，就比较快哦。然后我们这样一下的就会比较快了，我们就直接这样了吗？你为了应酬我是吗？没有没有，我们是只是没有，所以就要放慢速度跟我讲解。我们放慢速度讲解啊，然后就拉出来哦。整个把它拉出来。哦，所以刚才我们后面有切到了的，就是到那边。啊，后面切，因为你要知道，你要切到那里嘛。然后这个也是一样，一样。这样子就美美的一只。这样就美美的，不会说有的位有连着啊，因为有的人不知道，他就我这里刮，那边刮，刮到它的膜全部散了。哦。所以你的起来时候不美，它不好像一点点粘着。粘着，过后我们就拉它了。这全部拉它。拉到你刚才切的那个线，拉到。果然是要慢工出细活，大家。所以刚才看这里，它有这一点点可以刮掉。Okay、如果说你没有跟着程序做，你乱刮的话，它就很多这样的东西，很多它的膜，过后你就很难，它起来就不美。明白了。哦呦，那个声音我听到我滚动。哦。那这个是我们要 cut off 的嘛？刚才我们有个线了嘛？ Okay, 我们就 cut off 它、哦。这个我们这样，拿着，然后放低，那手压在这里放低。我们就不要拔，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 cut off 线吗？对对对，在这边这里有一条线。我们就拿刀，把它给切了。哦，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子就可以了，它就变成这样了。这一个 style 叫做 French cut。French cut。这样子呢，整个阳台呈现出来呢，就是五星级的水准哈、，Michelin star 的那个 grade。不敢讲，可是是这样，是这样切的，是这样，totally 是这样切的。我们要美化那个食物嘛，是很重要的。Michelin star 的那个 criteria 就是要美。对。我们讲一下哪里的 Michelin 来 review 你嘞。是，然后就切这个放在这里，说明可以看一下喽，它的骨啊什么啊是这样。OK。过后这个啊对，这个我们怎么办啊？这个丢掉很浪费。OK， 这个丢掉很浪费。Once 我们在我们的 debut restaurant， 我们有做自己的 naming glass。什么 ？Naming glass， 我们自己的 stock 啊。自己的 sauce 啊， okay, 我们去收集这个 fat， 收集这个肉啊，去 produce 啊，produce 啊，我们会去做酱料，做酱料啊，做什么东西 ？glaze 啊 ，glaze、啊、是一个 sauce 酱哦。好，现在我们没有用，我们就把它放起来放旁边，放一起了先。Thank you， welcome。现在我们先洗 chopping board 啦。终于。你要喝水吗？不用。然后现在我们那个 lamb 就切好了。刚才他教得很仔细耶，所以我们回去可以买一排的羊排来试试看。哇，我在想着如果是都现在是我们就要做 marinade 的那个。现在我再check多一次。应该超过时间了，可以做了。可以了。Yeah， 我就拿一个碗给你装起来。
要那个筛子吗？哦，拿起来罢了。软了就把它拿起来。这个等一下我们先来做 mash potato 的哦，大家。可是它的 mash 哦，不是我们平时一般吃到的 mash potato， 我们自己在家吃的啊，或者是平时在外面餐厅吃的 mash potato 呢，是好像我们是 mix butter。Salt, pepper 跟那个牛奶这样子的东西罢了。可是今天呢，他做的那个 mash 呢是属于 Belgium 口味啊， Belgium style 叫做 Stoom。Stoom 这个字刚才我们前面有讲到了，等一下我再 Google 一下。再 Google 一下。再 Google 一下放上去我的 page， 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OK， 他会做那个 Stoom， 然后会吃啊，potato mash， 他不是 mash potato， 只是会炒下炒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些蔬菜，然后再把那个 potato 放进去。我帮你把水给倒掉。很特别的哦。一辣辣。这一集我们可以吃得很长。吃时间，不要吃时间，因为是好的料理，好的料理。我们这些愿意去学习的，我们会 stay until back 的，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这也是放，因为好料在后面的，这个是重点来的，后面是重点。所以这里我们放这旁边备用它。我们先来切我们的。OK， 是猛的。是猛的。我们因为我们看个人口感，有的人喜欢吃片啊，有的喜欢吃。small cube 啊，可是我个人因为我要做 potato 什么嘛，所以我比较喜欢吃 cube，small cube 切丁啊，切丁压丁，所以我们切半，切半。我们买 small 大头是熟了的对吗？可以讲是可以 consume 嘛，可是我是会煎一下的，煎一下是海鲜是比较好啦，因为你不知道。你买来那个 restaurant 买来还放多久？明白。所以你要吃的时候会比较。对对对，说好要煮过一下比较好啊。哥，谁最很喜欢吃 smoked duck 的这个？我你想象一下，那个 mash potato 出来，它这个 mash dish 出来有那一个蔬菜，又有这个 potato 啊，这个 smoked duck 在里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味道吗？我现在我的脑在 process 着。I'm process 的那个味道是怎么样的？我就放旁边备用。好。在厨房也是这样斯文的哈。厨房啊？对呀。没有这样斯文啊。你跟那个 Chef Ken 一样了，我讲话这么温柔，感觉我讲话还比你还要大声，还要。我在厨房用喊的。我好像刚才有人跟我讲你在厨房会打人。我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啊，没有啊，没有啊 ，OK OK， 比较大声嘛啊，比较大声，吓坏宝宝了。因为讲，听说下个星期我们要去你的厨房工作一下嘛，就是在厨房 demo 一下。哇，我要感受一下那个气氛，那个氛围。看我还在赶在你们厨房工作。我们呢，因为这个水，我们把它缺水倒掉。OK， 要洗一下。不用啊。可以洗一下。比较美，不要 waste， 不要 nice 一点。All right。所以我们 seasoning， seasoning， 所以刚才讲的 seasoning 有四个咯，对吗？一、二，哇，好多的呢。seasoning， 首先我们先放 paprika， 这个是我已经掺好了 paprika， salt， pepper。我们先去腌制它。先放一点 seasoning 腌制它。就撒一些在上面。撒一些在后面，撒一些在下面就360度啦，可以讲360撒到完。365度咩？365度。360度。365天。5度是全部行。OK， 再买骨头那一个撒。够就放一点的卡准 spice。卡准 spice。这个就是拿去，现在我们是拿去煎，然后做oven bake 嘛。好，我们。这种拿去做 barbecue 的话能吗？都可以的。然后就拿一个 spoon， 把 mustard， 这个是哈 yellow mustard， yellow mustard， 就放点 yellow mustard 擦它，好像很滋味这样。
那我们烤的时候，它的这个骨啊，我们要包起来的吗？我个人不喜欢包，因为你烤的时候，你包的话，它就有白色。啊，你面你，它包起来就白色，我比较喜欢有颜色，所以它起来之后要有黑色。明白了。所以就放旁边去。所以有时候我们烤那种chicken叫什么？小小那个什么？chicken boxing。啊，chicken boxing，我们有时候会 wrap 起来的吗？chicken会 wrap 起来，然后就放旁边备用。哦，这样子就可以了。啊，这样子就可以了，给它入味要放旁边。放旁边给它去。刚才这个有用吗？这个等下我们炒这个时候有用。哦，炒那个的不是，所以我们用那个腌肉是这三个吧，对吧？这三个不是。好，现在我们就。现在我们就。Next。要洗左边包。这个可以吗？大家睡不？我们这个要 marinate 几久啊？这个 marinate。这个肉。好的话啦，如果你要吃真正入味的话，你是隔一天比较好。隔一天啊 ，marinate 过后隔一天比较好。哦。啊，这个我用的 recipe 是没有 acidize。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吃比较软的羊排比较软啊 ，lamb rack 那个要比较软，你可以放 acidize 东西，例如 soda water 啊，你可以放洋酒啊去蒸它。OK。所以它会比较软。现在我们要 heat up pan， 我们就拿一个 pan， 我去拿一个 pan 先。OK。现在做什么？煎。现在我们要炒我们的 side potato dish， 我们 stone potato， 我们要炒。我们现在 heat up 我们的 pan，加油，炒 smoke duck， 炒到给它的香味全部出来。然后我们才炒，陆续去炒它的菜肴，它的菜的东西。这个我们没有吃过的，我们要注意看一下。平时这个就是他讲的 Belgium 一种 Belgium 的 stone， 它是从 Belgium 来，它的一种是 mash， 它是属于 mash 的 potato 一个菜肴。它是怎么样炒嘛？应该也不难炒啦，只是在那个工作工，我们知道切那些东西而已。我放点 oil， 就弄热那个锅，加一些油，然后就把 smoke duck 炒到它的油泼出来，炒到它的油出来，炒到它香气啊、油啊出来，炒到颜色出来。哦，然后就是比较 brownish 了咯。炒它的 golden color。按这个先，这个比较小。然后在家的话，就是用火炉的话，比较味道比较好了。就 stop 啦，该 stop 比较到位。哎呦，那个 smoked duck 的味道就出来了。smoked duck 味就出来了。很多我们每次用 smoked duck 啊，我们都会做那种 salad 对吗？放在 salad 上面。可是现在买 smoked duck 好像在要去 Aeon 那些地方才有的买。啊，够啊、家庭式的话去 Aeon 啊、那边去买就可以买到了对吗？巴萨的话会有吗？巴萨会有，你要跟。所以他们有跟他们公司拿货啊，就有。所以我们现在要炒给它香，炒给它油全部出来，因为它有带甜性啊，还有腌制过，所以你要炒给它香，炒给它的那个 juice 出来。说等下它的味道全部出来了，我们在调味料方面呢就不需要特地再去加太多。因为这个 smoked duck 呢，已经是有咸甜的味道的。是。哎，他们炒得很美哦，那个手势。你们看回去我煮的，那个没有那么的。我按你水，我要学一下呀。就先放 carrot，因为 carrot 是属于比较难熟的。的菜，我们先放开了上下去，就炒它。
你们谁要来现场的、啊？来现场，等下我们就可以当试吃员，要收费也要收费。嗯。入门收费哦，当场来上课，哇，你们就可以在现场那边啊提出意见了，这很 good idea 耶，真的我觉得。嗯、可以。不错哎，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这样子做，限制人数一次五个人，好像很不错，这样这个 idea。我们跟我们的 team 讲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这个 idea。是，可以。不错吗？我觉得可以亲近这个学，很不错哎。嗯就放着它、哦，等等啊，给它。哎，大家看那个肉已经是圈起了。嗯，圈起给它的味道啊。嗯。主要是你看它的 skin。嗯。它 skin 它有 golden color。有 golden brown 了。哇、哦！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嘞？来等，现在是要炒这肉，因为它是有点时间啊，煮东西。所以，美甲要好吃就是要等。嗯，要好吃是要等哦。慢工出细活。哎，我的懒人系列也是很快，也是好吃的，好不好？嗯。因为我有定力的了。啊。我不用自己煮饭是吗？这是。Start from basic 对、啊、我自己有那种色时候我就是直接用那些色就好了这是我要直接懒得发色啊你们的色实在是太好用了、嗯、我煮西餐什么都很容易勾有点色吧哦然后就把 celery 啊一起下吗、啊、一起下、啊啊、所以讲烹饪呢是一门艺术然后加一点的油的我们除了在忙碌的生活中、哦、有时候生活上面没有办法我们需要、很匆忙的去准备食物、啊、可是我们在好像 weekend 的时候weekend 啊放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时间有多余的时间就可以在家筹备一些这种比较精致一点的食物哎、嗯、家人看了吃了也是很开心然后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 family 一起下厨就其实这种氛围就是很温馨的，我是这样子觉得。大家有没有同感？多加一点 butter。嗯。哇！哎，颜色很漂亮哎，炒刀、嗯。就我们不要用太大火去炒它，是吗？一开始。一大啊，是。过后你才慢慢把它的 temperature 给它提上来。嗯我们要炒给它的那个叫什么蒜，因为刚才蒜是比较一块块的嘛，我们一开始它已经把它炒给它散了。嗯。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盖锅一下。嗯，来我拿锅盖给你。哎，在哪里？在这里。啊？哦，在这边。嗯。这个才是，就给它焖它一下啦。焖它一下。等下我们备用，我们要放下去炒啊。哦，要炒的。嗯、我们要先啊，不用的，我们只是丢进去。丢进去压哈、啊。口感对了，看你要口感是怎样、嗯。如果要一粒的，就不要压太散哦。如果说普通的话，你要给老人家吃啊，比较软啊，你就压比较散。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都不会，老人家拿去放在嘴面搞一下就是化了吧？应该会吗？试看。探刺如我。吃一下啊，OK， 因为它已经都软透了的，所以就算你不用把它 mash 到完，老人家、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一进嘴巴它就 soft 了。US 的 potato， 我知道用什么字去形容它了，什么字？很绵，也绵密，绵密那个口感，它的绵度很高，这个词对了，来我们。讲不到很绵我要看多一点台湾节目了因为他们那个形容词很多了我要去看多几集写一下他们的那种 keyword 用在这边它的绵很绵密、got it 哇、wow, 有加什么吗还没有加 seasoning 就是它本身的味道、OK
为我可以嗅到刚才有加 butter 嘛，只是现在 butter 的味道挥发出来了。哇，香吗？可是它的羊科只有两个，我们要讲吃，我们要讲学。有啦，我们一人一小片就好了。过后，它已经处于有卡乐了。可以炒熟了，没有这么生。没有这样生，你可以把这我这个给它放进去。我拿走。Thank you。这个阿文我弄热，开热给它备用。180度。180度。记得我们用 oven 的时候呢，我们要 preheat 那个 oven。preheat oven。对，因为、给它的那个温oven 里面的温度恒温。不然你一直接放进去，你开180，它就上到200多，你的东西就融掉了。所以我们给它恒温先哈。你加了US potato 进去，你就关点小火。关点小火。你去 mash 它，看个人的口感哦。你要有一点颗粒啊，还是把它全部 mash 到完啊，都可以。压压压就可以了咯。那这一道呢，我们是不需要加奶类的东西。不用加奶类的东西。大家没有试过哎，有谁试过吗？请问这一道用蔬菜做的，也是蔬菜的 mixture 的 mash potato， 我是没有试过。这个你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从一间的熟人学来的。不能。然后自己再 enhance 一下，改良一下，然后再加一点 butter， 因为要给它 soft， 你吃的时候比较 mashed potato， 给它有口感，软的口感，然后加一点 seasoning， 这个 seasoning 是 aromat，salt pepper， 你是已经 mix 了的？mix 好的。Aroma, salt and pepper 你是 mix 了的。我看你们餐厅很习惯，很就是每次都会用 aroma 哦。一般上我都没有，中餐很像没有看到用 aroma 的。中餐以火为主，他们都是以我本身了解啦，是他们比较属于控制火候那种。我看你们用几根 salt 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用这些香料来调，用香料来调。我们的 chef Ming 呢，就现在很仔细的再去调它调要的口感。我要调它的口感。拿一个 spoon。spoon 啊，来。Thank you。Very hot man。Nice 啊。Nice， confirm nice。Because I cooking. Where is my spoon? 要加一点 seasoning。加点，让你加了，我才吃。他现在又加那个 aroma 跟那个 salt。如果我们家里没有 aroma 呢，怎么办呢？因为我们 aroma 这个东西，我们家里呢比较少用啊。比较少用，你可以。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糖、盐，或者是你把你买的那个烟熏鸭买炒的比较多。炒那个烟熏鸭炒比较多，还有它大的 portion， 比较大一点 portion， 它本身的味道就出来。可以，就用盐 pepper 去调它的味道啦。如果没有 aroma 的话，或者是用那个烟熏鸭可以放多一点，因为烟熏鸭呢它本身有那个 salt and 那种 sweetness 的味道了。可以啊哈。等一下。他们在厨房每次都要 test 了。满意了才可以 serve 顾客哦，是吗？还是满意的，我们厨师是这样哦，自己出不了口就不要给 customer 吃哦。哇，很特别这个味道。Very nice。放旁边备用。我们就放这里哦，放旁边。大家真的是很推荐这个哎，就算我们平时 breakfast 也好 ，side dish， 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变化 ，from 普通的 mashed potato 煮这种 veggie style 的 mashed potato， 更加深层次了，你的整个菜品会更加的 upgrade， 因为它这个很好吃，煮起
就是我讲很好吃嘛呀。哦，可以啊，可以啊。upgrade 一下，我可以去煮这个，明天可以交功课了啊。嗯。所以今天看了哦，明天就去买一些材料回来，煮了就 send photo 给我看一下，试一下看一下你们有什么。哎，跟我在这边的，我这么说。Excuse me， 妹妹，去这边。Thank you。还要跟大家 say hi， 我是 Summerlee 了 ，OK， 给你一个机会。大家好。讲什么？我叫什么？你在家不是很多功的吗？讲话很好的吗？好了好了，去那边一下，谢谢哦，谢谢我们的小仙女呀，拜拜。还要出来刷一下存在感。看他的妈妈我，哎，他是我的小啊大女儿来的。嗯，你看，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我的女儿。可以。哎，突然走出来，我就很顺手了，都没有发现多了一个人。哎，这个好像是不能用哎。这个不能用。对，这个不能用。我们用这个哎。对，让我拿出来喽，我再做。可以拿出来。嗯。好，这边先。我再做可以放这里。哇，漂不漂亮？够大个。这个上次有出场过了，我们能做那个拍。这个有。我放那个来也是可以。这个可以。induction cooker， 然后我们那个 pan 它不是 induction 用的。嗯，哎，这个你要做什么？我要煮它的糕。我以为你要把那个 mess 给我倒出来。OK， 可以。这个要注意哦，这个要注意，因为它很容易就热了。嗯，那么紧，我们是把全部的烧放进去呗。哦，可以。现在就把我们要做的现在是要做那个什么 homemade sweet mint sauce。首先，重点是，我们拿我们的oyster sauce，然后就 dark soy sauce 先放进去。嗯，它已经 mix 了哈，那个 oyster sauce 跟 dark soy sauce 黑酱油啦，澳洲油。sweet mint sauce，我一般上哦很少会用那个 mint sauce 去用 mint 去做的，嗯，因为我觉得很难调出好吃的味道，所以哦我就没有，可是今天他就教我们做，是，很信心，很好吃的感觉，加点水，哎，好，把我们的海鲜 sauce， 海鲜椒，海鲜 sauce 放下去，嗯。这些 potion 大家等一下到最后的时候 ending 的时候，我们会有 recipe 在这个 screen 那边哦，大家到时候玩了呢就可以截图起来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啊。好，我们就放 brown sugar， 因为我们是属于 sweet 的，所以我们放一点 brown sugar 进去。然后就开始煮它。嗯。就开始煮它了。给它的 sugar 啊，全部融掉，然后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啦。嗯、哇，这个sauce出来的感觉就是很甜甜凉凉，甜甜凉凉，然后又很 rich 的感觉，很 rich 的那种口感。嗯，因为有那个海鲜酱本身的那种味道。就很鸡肠饭的鸡毛，或挺姜的咁样，有一点点辣，它是类似这样子的。可是你想象那些那个甜酱、那个海鲜酱的味道，你再加抿进去，是不是很？你是不是觉得好像很奇怪这样？有没有？你 是觉得很奇怪 ？Match 到个咩？等下我吃看，我知道 match 到了。好，sauce 的 thickness， 浓稠度是 adjust by 我们哦，嗯，因为你要几 thick 啊，几稠你才加水哟、哦。我比较喜欢吃 thick 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那个 glam 呢，我们就可以沾到那个 sauce。
太水的话沾到没有那么多。是哦，你以我们的 Western 来讲，他们 Jack Dick 那些，他们是有很多人是他有自己的 Jack 的方法，有的人是这样 Jack Dash， 有的人是拿起来放后面，他们这样 Dash。然后？如果说他会跑，他不会跑回来呢？它就已经是属于你可以 serve 的一种了，因为它不会跑，因为代表说它已经有定在那边了。想跑回来，我试看，用水的话能的吗？它已经看不到一条线了。哦、明白了，就是它有条线，它不会散开。然后如果我们自己用在家里，现在用汤匙哦，你放水在上面，你各条线的话还会散开。可是刚才它的 sauce 吗？然后它再 try 一次看，我觉得这个小技巧很不错哎。不然我们也就是它各两条线，它就是一条线，听得懂吗？听不懂，我们等一下叫 chef 弄给我们看。广东我自己都拿拿捏的哎。说他现在在继续的煮着那个 sauce， 给它再浓稠一些。给它浓稠一点。但是我们在 serving 的时候呢，就会我觉得是那个视觉上的效果会更加的漂亮啦。我们的面是到最后再下的吗？是，面放最后最后才下。我们要 drop 的嘛？不用 drop， 等下我教你们为什么，我会解释，我会解释，把它解释为什么我不要去 drop 它。OK。Okay, 现在 大概是这样咯，大概是它的烧素煮出来这样。是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讲。大哥，那它的。它的浓稠度。OK。它不会跑回来。来，我帮你洗。不用洗，等一下我要放进去。过我们把它关火。就。我们要准备我们面。首先，我个人比较不喜欢拿 herbs 的东西拿来切，我喜欢把它掰，就是把它撕开。如果说你拿来切的话，你在做冰包已经切完它的本身的味道，它本身有水分啊，本身味道会跑出来了，所以它的味道有变成有一点差。它的，因为你切出来了，你的 香气就挥发了，跑到完了，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把它带然后掺进去吧。暂停的薄荷，我吃。其实是没有两样的啦，抢头了一个啫，抢头了一个啫。可是你们山顶是用自己种的啦？是，我们用自己，种的。因为这个是其实蛮常用一下的吧，所以这样会。是，我们有煮东西啊。有。不错哎，你们山顶上面有一个 garden， 然后后面有一个小 garden 可以种这些香料。要用了就去踩一下就好了。看那薄荷的味道，看个人如果要种，放多一点。如果说要。淡一点就放淡一点了。现在我们放旁边备用。OK， 哦，这样子就好了啦，不需要煮的。不用煮了。捞一下给它，这样子就好了。好，现在是我们的羊排时间。是我们羊排时间。你要煎那个，我们要用这个哎。可以啊，这个就拿出来啊，就move去别个位。move去这个喽。放这边，因为我没有小个的，放这边。可以。感觉好健康哦，这一个 mashed potato， 因为它除了淀粉之外呢，它还有蔬菜，没有那么罪恶感吃了。因为我们讲啊，我们减肥啊，或者是 diet 的，我们都不要吃那么多淀粉质的东西，然后帮你洗，你看，然后就不要吃那么多淀粉质的东西，所以在这里面有蔬菜，我们就觉得哈，比较健康，是啊，比较符合港匪的那个。减肥计划，可是它的卡路里是很高啦。啊，是啦，可是也是吃得健康啊。对对对，好嘞，现在我们要煎我们的。现在我们要煎我们的羊排。我们就开锅。
放一点。肩章牌这个动作很重要吗？很重要，我也是有 step 的，也是有 step， 也是等下做的时候去会跟人家，会跟你们讲一下。大家要记住哦，这道菜是 Chef Ming 他经过几番的 experimenting 实验厨房，调了又调，调了又调，煎了又煎，煎了又煎 ，perfect 了才拿出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准它每一个步骤哦。少做一个步骤，煮出来不好吃，你不要讲它的不对啊，是你们的问题了。你们觉得味道不够，你们自己再改，对不对？首先要 heat up 它的pan， heat 到够热。够热。你要够热，然后够热是要冒烟吗？要冒烟的，真正是来讲是要冒烟。Oh, OK。要冒烟过后，你够热，你 grill 东西的时候，它才有它的香味。如果说你不够热，你已经放下去 grill 啊，那种是不是要真正的 grill 法？明白。明白吗？ get 不 get 到？等一下你们看一下，如果火够热，火够热你一下去后，它旁边它就会就是煎的感觉了，它不是放进去好像你温它 warm 它这样子。啊，就如果说你不够热，你一放下去，它的水分全部会跑出来，它肉的水分啊，全部会跑出来，它就不会锁着它的水分，对，它的肉类的水分。我明白了，你们明白吗？因为我记得就是你们知道了，因为我试过犯过这种的低级错误，就是我们要煎鸡肉嘛，你的 pan 不够热，我加油了，你的油不够热，你放鸡肉进去的时候，它就好像soggy这样咯，你温度不够，它的鸡肉那个水就会慢慢的流出来，就是整个 pot 变成湿的了，它不是在煎，它变成湿。那你的 pot 够热，你一下去呢，它的表面呢就是煎了，它就是变成熟，它就会 lock 着它里面的 moisture， 对吗？对。我这个翻译还可以哈。哎呀，我的功力有没有 upgrade 了？各位有啊、希望我在 cooking 那边也有 upgrade 一下啦。我来唔得再讲唔到啦。所以我们先把这两个。有需要说哪一面先下吗？肉类多那边先下。肉类多的那边先下。好像比较多肉的味啊。再下面哦。啊，下面你可以放下面先。哇哦。还有声音啊。看一下 sizzling 的声音。哇，那个 mustard 很重要哎。那个 mustard。哇，那个羊肉很香，谁有好像羊婆婆这样飘到？你就煎它，大火煎它。大火煎哦。大火。可是你们要注意啊，不要烧到它隆起，是吗？够，你们就自己要看哦。颜色啊，已经够颜色已经是 golden color 了啦， golden brown color 了，你就可以翻另外一面。可以翻另外一面。大家要注意手哈，不要烫到哦，因为它会喷油啊。他的手经历了千百回，所以没有问题。你们有动吗？动？什么是动？夹的啊。有。什么是动？我的夹子呢？你们可以用夹子哦，我说怕烧到手啊，什么话就用夹子。不然你白白嫩嫩的手就变成红红点点了。哇，我们的 chef Ken 在场哎，我看到他了。Hi chef，OK 没有？生命的 OK 哦 ，very good 哦。哇哦，这两位厨师跟你讲真的是。太震撼了，令我没有讲太震撼了，哇，真的是他们真是让我学了很多。西式料理这一块呢，我就比较差啦，因为我们都是中餐出身，所以很多那种细节上面的东西呀，也就是使用香料的那一方面，就用到不对每次，那种香料 ，Western 的香料，对，比较多。
所以才从他们，我们也是特地邀请他们David Brown 的厨师过来这边，就为我们烹调介绍，然后那种新的那种 cooking tricks 啊 skill 啊，然后香料的介绍，所以我们从中呢就可以认识到更多更多西餐少为人知的一些小细节。然后我们煎羊泡是煎什么肉类之类的话，先煎完一面有颜色了哈、才去蒸。哦，不要蒸来蒸去。不要去蒸来蒸去，蒸来蒸去它的颜色跑，然后它熟度不均匀。OK。哇，整个这边整个 studio 哈、是香喷喷的。呆咯，你们这边等了一个小时多，呆了，我跟你讲，再多20分钟就十五分钟就可以吃了。真的啊，一个小时半我们就搞定了啊，可以吗？还有15分钟。可以可以。一个小时半我们就搞定了，我觉得这一集哦，是我们这么多集以来是最长的。可是没有办法，慢工出细活，而且我们的 chef 今天为我们讲解了好几个西餐里面的一些小技巧。我觉得是值得的哦，对吧？值得吗？值得的话，大家记得要给我们点赞哦，点赞点赞，大家给我点赞，来来，笑脸抱抱我一下。哎，你有看到我？镜头换一换，跨博挖了。OK， 来，大家刚才有听到吗？记得哦，记得要点赞点赞，来给我们一下哦。哎呦，裴东看换了镜头，我讲什么了？我忘进去了。OK， 反正就是大家要继续关注我们啦哈，谢谢大家继续分享哈。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把这个羊盘呢放去 transfer 去 oven。oven， 哦，这样子 stand 着。stand 着。哦。烤着也可以啦，只是看、看看个人喜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transfer 去 oven。去我们的 oven， 然后百八度。百八度。百八度放一个7分钟，是看你个人的 doneness， 你要几分熟。定那种你要的时间。OK，你这个7分熟大概是7分钟大概是几熟啊？要看它的厚度什么、才能定义。定义啦、OK， 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下喽，等一下。叮，哎，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好像较水淡薄啊？有没有比较 smart 一点点？因为今天煮西餐嘛，我就要穿比较西式一点。不然大家等一下讲我穿这样 casual。然后有人问我，周末你没有穿 apron 的，因为、我们之前那个 apron 我穿到我又矮又肥，我真的是等着一个去找一下比较酷 apron 比较适合我。你在这边没有穿 apron， 你习惯吗 ？OK 吗？有点不习惯。是啊。你们自己带来啊。因为我们 apron 啊，我们的工作服啊，我们的。服饰啦，我们穿了过后，我们煮的东西过后，我们有围巾，所以我们洗手啊，洗什么，我们就直接、没有，我们有一个不是插在 apron， 这是错误的，不是插在 apron 的，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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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条围巾，我们插在围巾的位，插这个，我们一条围巾，有一个绑这里哦，哎，你看我摘掉了，这样我们就不用整天拿准备。不用特地准备在桌子来擦哦，桌子也是要啦，因为没有没有，就是我们擦手的嘛，这个有的我就是准备擦手的嘛，就不需要特地放在桌子，放在这边就好了。一小 tricks， 下次我可以，我知道了。我们再进步一下。好，现在我们现在我们要摆盘，要摆盘过后我们会，之前都没有教到大家怎样去摆盘，过后我们会。会从 oven 拿出来我们的 ram rack， 再过一道butter 油的香、的香味，还要再进那个 pan 里面再 saute 一下，它才有味道， okay, okay. 它有 rosemary 的味道。所以现在我们教一下摆盘喽。好的，哇，有的教摆盘呢，之前是没有教啊，我们就是自己摆罢了。今天 chef Ming 呢就会特地的教我们一下摆盘的艺术的。Basic 技巧 ，Basic 技巧、给我们视觉的冲击一下，把那个食材 upgrade。现在我们先看你的需求，你希望用这样的盘啊、fancy 的盘啊、还是你要用 casual 的盘都可以。所以我今天选择是比较圆形的，可是比较圆形的，可是颜色会比较美。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 kitchenware、tableware 那种盘碗都是来自 Monza Home Collection 的哦。大家等一下看一下那个摆盘的效果出来如何，喜欢的去 Monza Home 看一下。嗯，你包你有你喜欢的，没有骗你哦，真的哦。我去拿我的工具先。哎，还有工具的。我们有钢腰营，什么来的？哎，我们有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的 round gutter 咯，这是我们的以前用的 round gutter， 是 round gutter 是给我们拿来定，是给我们拿来定型啊，拿来切东西啊，你要切圆形的东西可以用，可是我会拿来做摆盘用，你可以多一点用处啦，首先我们把 round gutter 放在这里，放在中间。大家看一下我认真的脸孔，这是我教你排盘嘛，你教我很好，我终于有的动手了哦，我等了很久。OK， 来，认真，认真。OK。所以摆盘有分 fancy，有分 traditional style， 意思说 classic 的 style 啦，classic 的 style 是说全部东西放中间，就是 classic 是全部放中间，中间啊，它的菜肴啊，全部放中间的。如果说你要 fancy 啊，你要觉得说你跟人家 plating 不一样啊，你就把你的主食啊什么移位去旁边啊，你可以把它移成旁边啊，移成这里。然后就把它放进去里面，可以把它放进去里面。要排满吗？要压它吗？要它。要它给它整个 shape 出来啦。要排敷吗？不用太敷了。够吗？再多一点就可以了。那我排到这样。要压它一下。压它一下。然后最重要的时候，你压的时候你不可以太大力，因为它会掉出来呀。Sorry。不行，可以。是的，老师，我知道了。吃掉它好一点。哈哈哈，骂掉它太浪费。是是。哦吼。对，要斯文。要斯文，压它，然后过后。要有爱对它。有爱了哈。过后你要拿出来的时候，它有也是有一些 skill 啦， okay. 你要拿出来的时候，你不会整个拿，你拿下来的时候它会掉。你要拿一个汤匙压它。OK， 哇。压它就出来一个这样的东西哦。哎，你看到没有？那个蔬菜的颜色真的很好看哎，这样子。哦吼。还多一个哈。还多一个。来，这次我会用更多的爱，温柔一点。因为我不是个温柔的女人，也好了，学一下如何做一个温柔的啊。OK， 再多一点点。我这边可以吃四到五个人，因为你煮太少的话，它味道不会出来。因为你少关滴滴啊，它味道。不能跑出来，这个我们吃不完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收冰箱。可以。好了，所以我现在把它拿出来是吗？压，就是我们中间先压它，给它跑起来这样子。OK 吗？可以。耶！哎，这个挺这两，这还要用吗？还要用。Alright， 然后呢？然后呢，我去 check 一下我们的羊排啦。因为。要七分钟，你要摘它单嫩啊，要什么你要去看它，不然过火的话它就熟了，融了。明白，就，哎，你们看不到，你们就等我一下。OK， 我在这边，你看到我了哈，耶、yeah ！现在呢，他就再看一下他的那个羊 ，OK， 把它反一下，压一下，看一下它的单嫩去到哪里 ，OK， 因为他是非常有经验的，他压一压一下，知道它几成熟了。现在是几成熟？现在是 medium rare。medium rare。这个羊肉我们可以也是可以分成熟来吃是吗 ？Yes。因为有些肉不建议吃不熟的，就好像猪肉这样不建议吃不熟的嘛。是。所以羊肉跟牛肉都是鱼肉也是可以分daneness 可以according你自己的你喜欢的 daneness 来吃。所以我们还需要再一点时间。再一个三分钟。再一个三分钟。
你的 one hour 还有 five minute challenge。Yes. Sure can can can. Sur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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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我们要你洗咩？我们啊，不是，因为还要用啊，我要用。我原来要洗碗了，现在打发他的三分钟，他之后才洗。原来不是，他是要用的。我要用。好，来继续哦。谢谢阿 Ben。因为他等下要再煎一下那个羊，给他 season 一下，加 butter 跟 rosemary。嗯，是给他有 rosemary 的味道在。他是用 fresh 的 rosemary 耶。是。为什么？因为它为什么 fresh 跟 dry 的有什么分别 ？dry 的如果你放去 grill 啊，它会容易弄，它会容易黑去了。你放很香哎。放 fresh 的话，它有它的汁啊，什么出来比较好。对对对。而且 fresh 的味道哦，它比较不一样哦，它整个不会讲，它的味道怎样形容？它的味道比较香，比较 fresh， 它的 aroma 比较 strong， 比较 strong， 然后你看口感，它的味道没有这样 boring， 因为 fresh 的味道没有这样 boring， 因为它还有 freshness 在里面 ，dry 的话你煮出来那个感觉很咸啊，你知道吗？那个味道很咸，我不会讲。就是那个味道很 boring， 你们有更好的形容词吗？你们 get 到我讲什么的话，你们写一下是什么感觉？这个什么感觉来的？好，我们备用的东西要放这些咯，备用。好，这个不要。这个已经好了。早盖了。哎呀！我先把我的 ram rack 拿出来先咯。哇，哎，时间不错啊！你再等你开锅就三分钟了，哎，准时哎他，不知不觉就三分钟了，你去看，哇，那个羊肉好香哎，哦，你看那个 ram rack 没有包哈，我们的 ram 没有包起来，它出来颜色就是 brown brown 这样，颜色就很开，很美酷。有包的话哈，它就会变白白的嘛。我们加 butter， butter 这个后一个最后一个步骤哦，就是火不可以太大，因为你要下 butter， okay, 如果火太大了，它就会弄，它就黑去，然后它就有那种闷而会到。So butter， 我们用小火去melt它。melt 啊。记得，因为之前有试过嘛，我们就是 butter， 我们用小火去 melt 它，它颜色还是黄黄这样子的。但如果你用大火 melt 它哦，它煮过了它就变成 brown 去了。然后就 overcook 了那个 butter。哇，我们的 rosemary。rosemary 放下去。喂，这种 style 很喜欢呢。我们每次看那种 western style 的 cooking show， 他们都是放一条一条的那个香料进去。今天你是可以自己这样子 try 了，哦。平时我们看他们放鱼啊，也是放一条那种单子还是什么。好，今天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哦。然后从 oven 拿出来的 ram rack 啊，肉类啊，你一拿出来的时候不可以切它， okay, 你要给它 rest， 给它 rest。如果你一 oven 拿出来的话，你一切它的水分什么都会跑掉。那你一切的话哦，肯定它的 juice 就会漏出来了的。对吗？每次煮羊肉啊，就算你煮，因为你煮鸡跟肉没好，你 grill 它起来，你马上切的话，你会看到你整个 chopping board 都是 juice 到完了。那时候你在吃的时候呢，那个整个鸡肉就没有 juicy 的感觉，所以你拿出来记得不要马上先切，先给它 rest 冷一下先，然后你再把它切来吃，里面就是 juicy juicy 的肉咯。我们就我们研究到那个 rosemary 的香气，香气啊， butter 的香气啊，过后就拿你的。羊排放下去，就是简再翻，你是用小火，是用小火，因为你已经 oven 出来了嘛，你用小火，过后你要出的时候你才用大火。你给它的 butter 的香气啊，给它的 rosemary 的香气啊，裹在它表面的味道，还有表面有那个味道。OK。会太重吗？吃的时候那个 rosemary 味道？会，因为我们的这个肉类大份嘛。羊肉啊，
他刚才有讲了，他现在用这个，我们现在用这个，这个是 New Zealand grade、嗯、啊， New Zealand 的羊肉。如果你平时要吃，你们可以去 shopping mall 啦， Aeon 啊那些啊 cold storage 也是可以买到吧。他们一般上都是进口 Australia 的、哦、，New Zealand 也是有，可是你们要注意看一下它的那个 label 咯。记得那个 Australian 的羊跟 New Zealand 的羊什么分别吗？Australia 的羊它的 fat 会比较多，肉会比较少，它的 Australia 它的油会比较高一点点，饲料比较稀烂啦。OK， New Zealand 就不一样，它的油会比较少一些。啊、如果你们有认识一些肉的批发商啊，他们专卖那些牛肉啊、Wagyu beef 啊、羊肉的那些啊，你们也是可以去跟他们买，他们会有的。嗯，没有 contact 的话，看你们几时有卖哦。之前你们，我们有卖，之前有卖，对不对？现在没有啦。所以现在我们要摆盘喽。OK。摆盘，大多数 restaurant 是会给这个一个啦。啊？ restaurant 普通 restaurant 会给这个整个一个。这样子两个咩？哈，有这样多咩？不是这样子一份吗？两咩？有的看他 setting 的 cost 多少钱喽。哦。如果说你只是给这个一个，没有吗？我们 fine dining 吗？都是。这个半块罢了哦，一个半，一个半。Fine dining 是它是多 cost，、它的它很多它多道菜，首先我们要切开它。你们三顶 serving 呢？三顶 serving 一个半哦，一个。一个半啊！哇，哇，哎，这个熟度是 medium 是 rare 嘛 ？medium， 哇，很 juicy 哦。这个如果你们吃不惯，你们可以放。熟一点啊，okay? 可以放熟一点，看个人、看个人。其实这个咬下去哦，你吃不到它的很深的感觉的。其实，它其实已经是半熟了的。阿伯，我转一下。你可以转一下。啊，这个 ，OK。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它很入戏的。其实你吃下去哦，它的口感会是很嫩的。哇哦！看到它的 juice 吗？然后你们排盘啊，就像是要看了有。立体感哦，要看你有立体感。旁边在 restaurant 你是负责有摆的吗？有负责摆，我负责摆盘比较多。哦，难怪了，那么的咩手到擒来，系咪咁样讲嘅？系咪咁样讲？你 what do you need? Well, spoon. All right, I get you another spoon. Yeah. 好，刚才煮了的酱汁。刚才煮了的这样子，看个人。如果说你喜欢 mint leaf 的味道的话，你就可以把 mint leaf 放下去。你可以把 mint leaf 放下去，然后旁边撒一点 soup 的 sauce。好，这个也一样。这边要有一点。好，等一下。然后一个有 mint leaf， 一个就不带，我没有放 mint leaf 哦。看它的效果。OK。有 mint leaf 会觉得比较美吧，有的人喜欢 mint leaf 的味道，可是他不喜欢吃 mint leaf，有这样的 customer feedback。那你会问 customer 的吗？啊？通常是一般上你们会问 customer 说要不要放？通常会 server 会问啊，今天啊食物怎样啊？搞定，然后放一点薄荷。大家美味的 ram rack with homemade sweet mint sauce is done。哇，几经胜负，从头到尾啊，经历了一个很漂亮哎。老板，卖多少钱啊？请问，来，谁要来？Over food tester， come on， 哎，很漂亮，哇啦，也很美耶，哇，真的是，有没有高档一点的那个刀叉？我要，哎，不是要拍照，这个是重点，哎，有没有大家你看一下，跟你讲值得啦，我们守护了那么久，值得，我无话可说，先拍个照，来，星级的，这个是星级厨房。可以 upgrade 一下啊、哦！哎，那个部分拿走一下。可以了，那个不用了。哇、wow, ，everybody！ 还有一个就是网上的 ，Instagram 很喜欢网上拍的，对吗？好，来，我要
testing 一下。可以 testing 一下。干酱冻哦，我要 try 它的 mint sauce， 因为它是它的主打。你要试吗？来，大家，OK。如何？我以为那个羊肉会很难吃，所谓的难吃是很硬，因为它没有腌很长的时间，对不对？我就以为它会是很难咬的。可是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你的温度啊，你的 cooking method 啊，它的水啊什么锁在里面啊，它不会干去，不会干去，你吃的时候它不会僵硬。OK OK， 我吃多一块就好了，人家没有得吃。OK， 我先讲解一下那个酱啊，那个酱真的是我讲的那种，那个鸡肠粉啊 ，Tim Jong， OK， 因为 Tim Jong 它是属于海鲜酱类啊，海鲜酱的那个口子那个味道来的，所以它这个就是有那个甜酱再加 mint 的味道进去，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会觉得很奇怪是吗？不用紧，你回去自己 try 一下 ，OK， 跟着 recipe 煮一下，可以，甜酱加 mint sauce。可以，可以，可以，可以。All right， 我不要吃了，等下，要不等下再吃。All right，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守候哦。我们今天要非常谢谢大家哦，还要谢谢我们的赞助商，我们的 David Bird Restaurant sponsor 的食材。今天在Penang Hill David Brown 哈 Cummings OK， 你们谁来 Penang Hill David Brown 他们 restaurant？用餐的话呢 ，second set OK 有 50% off 啊，50%，大家都知道疫情期间，就是比较对吗？我们就是 you support I support you， yes. All right， 哈、要吃好料的，要吃这个好吃的，上山顶，上山顶，美景、美酒、美人啊，不是，我们是美人 ，OK， 好，这个优惠呢50%啊，第二道50%到12月尾，所以你们现在随时可以打上去，记得要做 reservation 哦 ，OK。House wine 的话有 buy one free one， House wine buy one free one， 可以到11月尾哈， House wine 到11月尾，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还要谢谢我们其他的赞助商，我们的 Oh my God 虾，还有 Oh my God 虾来鸡，我们的 Master Pasto， 还有我们的 Monza Home Collection， 谢谢大家哦，记得做功课 ，OK， 拜拜。